也是敲出安打，准备到现在已经被打了5支的安打了。这一个球又是一个好球进来，投得很精彩。面对林义泉是抢到了两个好球，没有坏球。这个球捞起来，打到的是右外野方向的飞球，已经停下脚步了，出去了。See you later， 林义泉开轰喽！神拳在那边呢、啊，一拳是打中了阿三哥的心脏啊！这球是 two run home run， 两分打点的全垒打。在三局的上半，牛队现在不但是追平，而且靠着林义泉的全垒打，现在呢是要追成超前了，3-1的领先。这也是林义泉在今年球季啊个人第七号的全垒打，3-1，两分领先。哦，打得很潇洒啊！击中球的瞬间呢，就知道这个球的距离带得很远，这个状况也相当的好。林义泉现在敲了7支的全垒打的话，要跟邓志伟追上来了，对，并列第二了，而且是差第一名的9支的话，只剩2支了。对，看这个直插球稍微高一点，然后被带到了。